头版讯息，周杰伦跟蔡依林双 J 复合了吗？昨天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，两人跳起了贴身热舞，深情对望，而且双唇的距离只有5公分而已。让我欢迎特别来宾蔡依林。不该在这时候说我爱你。一身性感白色舞衣引人遐思，周杰伦绯闻女友小天后蔡依林演唱会尾声突然现身，天王天后对唱情歌外，更大方跳起贴身热舞，电力四射。又是搂腰，又是抚摸脸庞，大胆热情的动作，仿佛宣告双 J 恋复合可能。绯闻女友亲自站台，好友歌手相会也到场力挺。继前一天金曲歌王透过荧幕献上祝福，金曲歌后干脆来段现场演唱。你那杯又好西端台上台下同声尬歌，也让连续3天的小巨蛋演出画下完美句点。民视新闻陈平、黄心如台报道。